现在开始咯。戏来人生路，戏歌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下昼长的时间准时甲张丽斗阵来看戏。接下来时间，李三娘精彩继续。昨个戏已经播到啊，李三娘甲老弟万成婚以后，三娘甲弟万的日子过得是非常辛苦，因为这个刁氏一直给咧为难伊，四处找因的麻烦。那虽然安尼，不过即个翁仔某两人有通做伙，日子虽然苦也幸福，不过刁氏嘛无遐尼容易的收手，一直咧找机会要赶走老弟万。后来刁氏总算是找到机会了，朝廷咧招兵，刁氏就赶紧替老弟万去报名。老弟万甲李三娘两人知影以后，非常的艰苦，不过又无法抵抗。就安尼，弟万被逼离开了有心的三娘。那离开之前，弟万表示家己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去外面拼一下，可能啊，阁有出头的日子。弟万离开以后，表示阁继续苦读三娘，叫伊做真多真辛苦的代志。在念生囝的时阵，表示唔呐无帮忙，阁一直咧骂伊，怪伊无应该在这个时阵生囝。可怜的三娘生囝了，连这个家道都无，无放帮囡仔去嫁这个贼大，只好用喙齿将囡仔的贼大嫁断。啊，正是因为安尼，三娘甲这个苦命的囡仔，好命叫做哑仔。看到这一幕，真正是让人非常的心疼。恶毒的刁氏刷落来，佮会怎样来苦读三娘，佮有迄个多出世的囡仔？精彩好戏，咱继续看落去。
是什么代志呀？阿母啊，我那天啊破病病到这里啊，肚里头甲爬袂起来啦！哎呦，你甲看，你甲看，贪食人假病囝，伤大人佫够病痛。哎呦，哎呦，吃死你啦！起来，起来，来来来，起来！你知影，我明仔啊要去拜佛做求平安。啊，恁这号无好人，骗我去买来房，你又无比恁阿母代志。老婆，赶紧无客气啦！母亲，偷人死人，求你请一个三宝来甲我家对债吧。三更半暝，我无闲干管你死。母亲，偷人死人，国舅。老婆，你就加多一张来甲我家对债吧。加多是无啦，低头一支啦，臭小子一领啦，让你狗爷死去你家啦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回来，母亲回来，母亲回来，回来！我有啊，找到这两粒卵，人你讲啊，讲落吃甜。我这啊参姜时，捧来我阿姊啊吃啊。姜时呢？哦，阿母啊，啊，你手捧的哪物件？无啊。迄手甲我伸出来。无啊。这手啊？嘛无。两手拢甲伸出来。啊。哎呀，侥幸啊！啊！你指遐是啥物件？啊，那个指甲乌啰嗦啦！阿母啊，昨暝我阿姐也生了一个小外甥，到现在啊，拢也袂吃，我胖吃，要来给伊吃啊！阿潘奶，啊你这，潘奶，啊你，哎呦，囝呀，你今日这么袂精神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甲三娘啊，是西瓜同根无同根。无共阵，嘛共种，亲同姊妹啊，嘛都亲。啊，死人心无人心啊！讲到迄阵钱啊，恁爸我着血公心，这水啊，嘛唔免回恁。啊！啊！你都破病，安那都傻出来嘞？贱人，你太无良心了！哎呦！你死啊！贱人，对错我？太傻了，为何言？就是去加多鬼才，你不肯。何以用嘴加灾是可怜？我讲我想心我兴，电灵实在可弄心，四山也有三风心，拼命打你啊！贱人看大牌，何里死？何里死？何里死？放伊，
甲放放去，啊放了就甲你放，我咧想出去。哎呦，哎呦啊，天啊，地啊，头晕啊，袂好啊，哎呦啊！
爹爹病体如何？哎呀，讲到恁老爸迄个病啊，我安尼费了偌济心神，安尼规日啊求医问神明，不但啊病无减轻，反而加深。现在啊，伊坐都未烦心，茶水啊，就我搁捧互伊啉，啊，我也害命。爹爹，哎呦，查某囝，人啊，血收长底啊，是天注定，啊是生是死啊，有伊家己的命。你啊，唔通伤心过度，顾你的眼睛较要紧呐。顾我的眼睛，哎呀，王三娘啊！
相信。是脚破病啊，无是脚巴肚枵，我来甲看看。哦，我先啊，哦哦哦哦，阮阿姐啊无伫遮，阮月先啊哭甲煞喊袂啊声，哦，哈，阿姐啊，阿姐啊，阿姐啊。阿姐啊，阿姐啊，阿你哪代志看袂破，哪要去吃面线啊？贤弟，母亲逼我改嫁他人。哈，咱阿母真无谱，要将你啊！叫八哥，阮只有那顿来，唔说找无某。事到如今，我唯有一死罢了。哎、啊，且、欸、慢，阿姊啊，你袂用得死，阿袂用去叫八哥，我要如何是好啊？是啊，这是要怎样办呢？阿姊，好，有啦，阿姊啊，不如啊，咱就将这个代志。咱老爸仔，咱老爸啊，一定为你抱不平，一定啊，会找咱阿母啊，这个老贱人。贤弟，条条白情叮当，你若是向伊讲明，岂不是让伊白情加亲吗？是啊，咱老爸病甲遐厉害啊，哪知影这个代志啊，一定啊，会起一个显著光去台。阿姐，啊。三娘，老好伯，老好伯，三娘啊，自从你伫遐破病，袂用找做生理，迄、那个吊死啊，就甲我死透咯，袂用我来恁家半脚步。我听讲迄个吊死不甲你改嫁予迄马大爷，我才走来甲你探听，看你拍算怎样哦。我宁愿一死，绝不改嫁他人。我阿姐啊，伊啊都是唔愿意，怎要去钓丁这个东东去？啊，傻妞啊！生啊幼幼咪咪，我也无能啊，通甲伊饲，要去共讨啊嘛袂便利。万一啊，若出了什么差错，我只有怨对了香炉香。是啊，三娘，你要先细考虑，可唔了对了老家的香炉香。
阿姊啊，明日来来啊，娶无人，那娶恁老母去度笑。对，我要前往定州寻找老龙。此地离定州千里路途，历经地连锁，如今又兵荒马乱，万一若找无地方，是要如何是好？老龙如有不测，我愿流落天涯，养家心人。好，有志气，探出半暝，老汉随你同行。老后辈，你真是三娘的再生父母，从今日起，三娘就是你的奴隶了。二雕在上，请受奴隶一拜。硬起来，硬起来。阿姊啊，这个家啊，我也看袂惯事啊。你要去找阮师傅，我嘛要跟你去。贤弟啊，你年纪夭寿，要是留在家中照顾爹爹吧。那无啊，你们走着紧准备，卡袂天光啊，走袂哩。三娘，休息下，咱先起行。哎。哦你好，合作愉快啊！改天见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来这边，好好看啊！小飞，你慢点。哦，真漂亮。周围没人，周边。先生你好。文明观展，展现你我涵养。帝王大哥放军情，并我李家送信音。大边有人无？来啊来啊！啊，恁是？请问这来，可是李阿呆的家中吗？是啊是啊，伊啊，乃是阮老爸，现在伊破病，啊，你是要创啥物啊？奉了帝王大哥之命，送来家属一封。阮只有寄皮来，好，来，来面坐，来面坐。请。阿母啊！阿母啊！他来滴啊，有啥物意思啊？哎呀，晓英啊，听到这花轿来诶。唔是啦，唔是啦，是阮只有伊寄皮来啦。啊，你是？这位是？哦，我是伫我南庄，我叫刁氏啦。原来是老太夫人，我奉了帝王大哥之命，前来搬请苏夫人，要有家书一封，请你观看。阮只有寄皮来，我来甲阮阿姐啊，对顿来。惨啦，惨啦！跟阮三娘诶，是，哎呦，滚你啊诶！啊，自从伊阮呐，你当兵啊伊，三娘啊目屎搁未热天，后来听讲伊阮啊死在战场顶。哪来的妖
言呐、啊。呀、啊，我嘛是讲迄谣言。哎，阮三娘啊，平村花东新，绣金米皮金边边，三娘啊已经过界嫁他人。啥物？嫁他人呐、啊？嫁啦，已经嫁人了啊！阮爷，你声遮济，我来去甲阮弟我甲回皮啦。甲阮弟阮阿公啊，三娘啊已经过嫁人，伊啊会使搁再娶别人，所以啊着保重身体要紧啦。既是如此，那在下告辞了。阮娘慢行哦，慢行哦。我这高家个天啊，七十二变，七骗八骗，安尼着予我甲骗过，对。我就赶紧叫阮三娘啊，西装打扮，赴汤进花轿。三娘啊，三娘啊，三娘啊，三娘啊！哎呀！小英啊，啊这死神人，伫当时咧煞阁好逃走去。三娘啊，三娘啊，哎呦，三娘啊！Oh, he
在此相识，寒风阵阵，当心当歹身体啊！多谢二妹关照啊！哼，家人啊，没你叫我二妹啦。那么，要叫你什么啊？我没你叫我。啊，叫什么呀？贤妹。啊啊！好好好，叫贤妹，叫贤妹。哥哥，看你什么金锁，一定在思念嫂嫂呢。哈，俺时间退算，早就应该将伊接倒来，因何至今并无消息呢？现在一定要再来路上，哥哥你何必心急？行，妹妹我陪你观赏世景。一概心闻，这个哥哥，行啊！
在世上的难找的家人。是咪？世上难找第二人？哎呀，我不该胡思乱想啊！人因何情？情义好，比朋友亲实好。大人所爱，我不能做。地官大哥，南局小姐，吉爹，你回来啦！那我叔叔伊可有接来了吗？并无看见苏夫人，只有家书一封，请你观看。太官官了！杀人太监，杀人太监，太监！Thank you.
日下去求乞，大家真当真，散菜又散米。三娘，三娘，三娘，你怎样啦？爹爹回来了。三娘啊，这碗米你叹小姐啊，我吃不落去，害死你。在这啦，这下里的人啊，真当真，我抱去吃米，我抱去吃零，伊吃一饱，困到自然嘛，自然无。可命囝，爹爹，我有一事甲你思念。有啥事你就讲吧。爹爹，不如你就抱着孩儿前往郑州，寻找地王吧。要是等你病好，咱两人同齐来去郑州，路上也好少照顾啊。爹爹，如今我病情沉重，万一……若是传染了孩子，这可要如何是好呢？哑巴！哦，前面遐两个啊，好像是我阿姐啊，甲福伯啊。阿姐啊，阿姐啊，是中心的啊，中心的，真正是我阿姐的阿姐啊。对家来了，阿姊啊，拢是咱来我做妖精，前日啦有一位军爷要来请阿姊啊你，好咱来我给我骗倒去，我出来找阿姊啊你，找个煞唔知路人倒呢，如今啊找到阿姊啊你，真是太好啦，阿姊啊，你就让小弟啊我甲你照顾。贤弟，二弟啊，不如恁两人抱着孩子前往郑州寻找地王吧。我老人若是离开，你又破病，留你在这破庙，是要如何是好？那无安尼啦，好伯啊，你就留落来照顾我阿姊，我陪阮外甥啊来去找阮姊夫，我也找到阮姊夫啊，再叫伊来甲恁接啊。贤弟，你年纪幼小，阿姊袂放心吗？阿姊啊，你茫看我年纪轻轻啊，我什么代志拢嘛做会来，我若找到阮姊夫啊，那叫伊来甲恁接啊。三娘，时间无早，好让忠信起行。贤弟，临行之时，让我再看看孩子吧。明日就是李三娘的大结局了。三娘阁有家己的后生，一一个分别，要什么时阵才还阁见面？想要知影刷落来剧情的发展，观众朋友会记得明仔日的上一个时间，依然是中午的十二点，准时的来锁定的无话是关注，到底来看戏。在看戏之外，也欢迎关注下方广电看下方的手机软件，会用在顶面回看阮节目每一日的精彩内容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咱明仔日再会。